收到城市儿子如此暖心的慰问，爸妈也按捺不住激动，把本打算给孩子的离别礼物提前拿了出来。哇，穿得好胖啊！这不就是唯一的这个样子，胖了一倍是不？就这样子，就是，我们的衣服本来都是这样的。老了几十岁了，没有穿这样子，没有老几十岁，就是更年轻的，在我们这里看起来更年轻，靓仔，靓仔，靓仔。这个是什么？嗯？挂头上了，挂头型上了。对，这样子不能挂。你就像带走吧。你带饭吧。没饭，没饭。我挂到你这去，你那边去，挂到你那边。是啊，就是这样。走路就是这样子。带的好看一点，帅一点了。是。梁哥哥来了以后，我感觉自己很幸福，梁哥哥对我很好，很宠我。